那你那么今天呢？我们继续玩荒野乱斗。哎，什么？2021大巴啊，大巴什么杯？哦，我不懂。应该是每年都会有新活动。你们，这什么啊？好吧，观众们，我就不懂到底是什么。没错，我的下一个目那已经是滴答啦，对，没错。哎呦，对嘛，下一个目标就是抵达，对嘛？观众们，你的太有心了！每年挤到一个。哇哇哇！我们玩用这个吧，我们用这个双人这个活动，它的奖杯也是比较多的，如果你赢了。所以呢，我还是比较喜欢玩这个活动，现在。哇，怎么走路变慢了呢？这反弹了！哎，跟我打，我打外别枪，被你抢了！哇，每个都是我队友抢先，我是远距离攻击你是不是呀？很厉害的吗你？快拿快拿，救命！播客，对，进了您嘞，杀掉他了。哇，队友，我帮你，哎呦，怎么瞄不准了呢？对，进了您嘞，别，快，去打，去做，不，生死决战了，我一定要跟他打。等一下，队友复活就一个非常强的人出来，比如说是科学怪人哎，不对，他们怎么一个那个都没有啊？在这里被那个东西弄死，被毒弄掉吧？你这个进去啊，你进去吧，你快点放！哎，意思不是，观众们赢了。他们就这，他们就这样，也来点厉害的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我开始对战，等等，这个我觉得我应该要玩单人，单人呢可以拿多一点奖杯。如果你赢了的话啦，如果你输了，就，可是单人很少人玩，你还是玩双人好了。不出我所料，双人还是很少人玩，6个6个，怎么需要10个玩家呀？直接5个不就可以啊？等等，那个是单人，要10个玩家才可以。每支队伍各自开战，各自微战还是各自开战？不懂。可以打？哎，队友你怎么一动不动的呢？哎。我在打，我拿。你刚才是网络卡了吧，队友？诶，是不是？我科学不？诶，他终结了科学怪人，不错的。快拿！诶，队友重生技，我怎么没发现这个？有没有人？束手就擒！快，队友复活吧！我有人来了，这糖果机器人，我不打你，我站住吧你，别打我，ouch，队友别去冒险，别去冒险，别去冒险，我就说了嘛。啊，没奖杯，你在逗我，你在逗我，这太难打了。那我们玩金库防守，哎，有没有金库防守？没有，你在动我。啊，有这个。那么我先，哎，这里有新东西，我才不要嘞！要不我换成那个降低那个降落的人家逗我吧，我才不要嘞！那个散落了，哎，我怎么卡了呢？诶，糖果机器人不错的。
下一波就攻击你的洞，快别让他妈，博客对啦，你别那个那个那个，哎呀，真的是，别快去，你站住你站住吧你，别，二级是不是？二级耶，快拿快拿快拿，快给我进，快快快快快。你俩拿，快快快快，我要去那里。我别，啊，为什么？加密加密，我先把大绝留下来。队友你怎么？快别，嘣！好吧，浪费了。你这么多，观众们都看到咋了？哦，他居然把这个围墙给我打破了，你在逗我？哇呀，哎呀，站住吧你！五级，你在逗我？别，现在给我来个大绝！哎，我怎么卡住了呢？你站住吧你！耶，拜拜！哒哒滴哒哒嘟哒哒滴哒嘟，炸了这里吧，炸了，我让他过来。来这里，我叫你过来没听到？我叫你过来，你怎么还打我了呢？我都说嘛，我叫你过来，干脆直接把这个炸了不就好了吗？哎，谢谢你包加米，不过还是输了，拜拜，我要走了，拜拜了您嘞。这太不公平了吧？那我们不用这个人，我太什么了？我们用汪。玩这个战斗足球，用科学怪人最合适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会赢。哎呀，六了，快小心！他为了中间够急，一开场就想投球，不存在的。冷，你啊，宝石在我这里，不是，球在我这里，两个宝石呀。躲起来先，看我蛇皮走位是不是？快点，他们快点，别打了人家！看我蛇皮走位，赢了！别他们投到球了，我打他们！对，给我拿出，算了，我把这个球传出去。我先放个大绝再说，嘣下嘎啦嘎，哎，是不是不能动啊？快点打，把你甩开，啊，对不对？快点，好棒耶！太厉害了。来继续，哒哒嘟滴滴滴嘟滴嘟滴嘟，九分钟，六位玩家了，开始吧，当然嘛，哎，可是我。别！我怎么上把你是我队友，这次你就是我的敌人啦！快加命了，真舒服。还想投球，不，别打我了，别总打我行吗？我可是别！
别来打我！嘣，不能动了是不是？嗯，你又打掉，哇，谢谢队友。嘿，队友小心！帽布，干部的粉。哦，他刚才被我的那个大绝打到，他不能动，那我也刚好输。哎，我怎么还有大绝？你别想投球啊！别想投球，别想投球，别想投球，别打我，没命了没！江明把手都挑命了，只能叫英俊，英俊，快点，我们掩护你，别。投一个放 A， 我怎么没放到大绝就输了？快，不能，现在很危险，不能再见了，您累吧你？快啊！不能！快！对了，打掉那个，快，可能会平局这样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别吃冒险，我拿球。我先把这个大姐放了，我把大姐放了，你们就不能动了是不是？哼，不能动了吧 ？ouch， 我，快删，快拿，哎，没打中，快点啊！我传什么球？但是他们可能会有赢的几率非常高，我不吃。哎呀，给他在最后一个投到球了，啊，好了，那么今天视频也到这里啦。那么喜欢记得点赞，另外我这个频道呢也到39订阅，我也快真的到，也快真的到20订阅啦。如果你们还没订阅，还在等什么？快点去订阅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